Hello，Hello，hello. 有人看到我错哪里吗？我是看不出我错哪里。我有一个感觉就是。cos 减 cos 三三零三三，你即使三三这里也是有三，我有感觉他可能那个题目没有打完整嘞，OK，所以这个我画一下那个。highlight 一下哈，这个还没有做到，刚才还有一题也是还没做到，对吧？对吧？啊，这里也是有题，OK，好，这一边，我们就 skip 一下吧。我相信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后面的那个答案没有，就是他漏打了这个 sin 五西塔除以二。OK，我有一个感觉是这样的，not sure 啊，我可能要问一下上网问一下一些人。OK，来，那我们就不要理那一题先，那我们接下去看一下这个。哇，我还有几多少啊？去哪里？还有多少题？我去到14题哦。我不知道做不做得完了哦。如果今天做得完就很好，如果今天做不完都好呢，我们下个礼拜就要也是要进入第10章了。哎，不要在同一个章节耗太久。而且我看过啦，那个陈浩的那个陈浩给我看那个考卷，没有这么难了，好容易啊。你们学校的考卷，我觉得是如果比起来一个，你可以看到我给你这些高数二的题目难很多，他们的这个程度大概是高数一的程度吧，所以这个不用太担心。是那边有几句我是贵州人。我给了你那个解了，你稍微去看一下。我看过，不，好像我不是很明白那个那些那个叫什么 FX 那些的。哦，FS 那个函数你还没有上是吧？啊，对。你们全部都还没有上的话，可能就不考了，啊，OK。对吧？我们迟点再看吧。如果你们学校上了，我们再回去那一张。啊哈，还有其他的三角函数里面的题目不会做吗？因为我们三角函数方面已经 train 到应该是足够，应该是全部题目都应该可以解到了，而且它的题目出到很容易而已。OK，那没有，应该没有吧？那你，所以我们解一下这一题，它要证明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右边它没有这个 A 了。哦，没有 A 了，所以在这一个情形下呢，我们可能，我的想法是，我的想法是，前加后乘，前减后。它其实很像的，如果你把那个分子给抽一个负出来了，再加一些括弧，你就看到一个是前加后，一个是前减后。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啊，有时候，那有时候它可以用什么呢？就是用相乘的一个方式，
来做的。不过感觉上不懂啊，感觉上没有什么功效。那 anyway， 在这一边我的想法反而就是说，从 A， 我把这个 A 呢换成了180度减去 B 加 C， 所以如果我把它换成 B 加 C 的话呢 ，cosine 的话呢，它会有一个负值出现，会有一个负值出现，所以就负放在这里，可以吗？所以这个是比较做快一点的，刚才有解过给你们了，你们如果要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A 换成180度减去 A 加 B， B 加 C， 然后再把这个180度给去掉的时候，想象它是第二象限，然后补一个负给它 ，OK， 所以这个是可以把 cosine A 变成了这个 cosine B 加 C， 然后呢，我再把这个后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 b cosine b 减 cosine c 来的，那这一边我可以把它合起来呢，就会变成负，对吧？负二 sin b 加 c 除二，括弧应该是括弧 b 加 c 除以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sin b 减 c 除以二。那在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我刚才有讲了，然后如果我是把它抽一个负出来，它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整个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只是它多了一个负，所以在这边就会变成加。OK， 这样子可以理解哈。那好。OK， 我上，觉得这个 E 好像可以处理这样子。这个 E 要怎样处理啊？因为这个是半角哈，这个就是两倍角，所以如果我是要把它变成半角公式的话，我就会是两个 cos 平方，对吧？两个 cos 平方，不是，我应该是用一减去，就变加，然后是 sin 平方 ，OK， 所以这个一跟一就会可以去掉了哈，所以这个应该是变成半角了，半角了 ，OK， 所以这一边分补分子一样的这样子说。然后一跟一可以去掉，二可以抽出来 ，sin b 加 c 除以二也可以抽出来，所以就会得到二 sin b 加 c， 这个是分子的，这个是分母的，然后上面剩下这个加这个是减的，分母的话。这里是减的，所以换句话呢，这个前面呢是可以约掉的了哈。后面的话呢，我们要怎样做呢？后面的话呢，我们又再把它用激化和差公式哦。sin 加 sin 的话呢，再看回一下，老人家记不起来。sin 加 sin 是 sin cos，sin cos， 两个 sin cos。sin 减 sin 应该是两个 cosine 了主要是两个两个加起来除以二，两个加起来是 2b 除以二，就是 b 除以二了所以前面的是 b 除以二了。两个相减除以二，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 c 除以二如果是没有错的话。OK， 所以这个2可以约掉，然后 sin 除 cos 就会是 tangent 咯b 除以2就会是 tangent 咯 cos 除以 sin 就会是 cotangent 咯，所以 c 除以2是 cotangent。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给的题目一样的 OK， 所以说这个 right hand side OK， 蛮难的啦我也是觉得蛮难的但是还是可以做了。
然后还是可以做。OK， 好，第六题。哎，这题好像好熟面孔，哎，好熟面孔哦。So 这一题我们sin 减啊sin b 等于二分之一。这一个我们可以用激化和差公式，sin 减 sin 好像是cosine 二 cosine。A 加 B 除以2 A 减 B 除以2然后等于2分之1给2分之1然后再来他要给你 cos A 减 cos B 等于负3分之1负3分之不要这个负3分之1然后 cos 减 cos 应该是负2啊cos 减 cos 好像是负2 sin sin 啊负2 sin sin 这样子等于这个抄一下 OK 然后主要是什么当然我做一下调整啊，这个负去掉，这个负也去掉了哦，就简单一点点。我也懒惰写多一行啊。当然，你们正式考试最好是写多一行啊来表达啊，不然的话老师就觉得很奇怪。这样子会这样子比较快罢了了哦。OK， 所以我用二除以一了哦，二除以一。二除以一呢，我就会得到 tangent 了，有没有 ？tangent 这个，好，二除以一，应该是三分之二，对，应该是三分之二。OK， 三分之二，那他要找 sin a 加 b， 对吧？题目 sin a 加 b， 那有几种做法啦，哦。有一个是我们讲用那个叫什么一直忘记不起来那个叫万能公式我找一下那个公式啊因为这个 formula 我也是很少用SPM 没有的公式啊我就是记不起来的然后还有就是高速二没有的公式这个万能公式呢高速2没有的高速1没有的然后高速1没有然后还有的就是这个SPM 也不会有所以万能公式是加 sin 的话是加这个cosine 是减tangent 是减然后 2t 在上面所以这个是半角的 t tangent 的所以用万能公式我们就可以做到了可以把这个二分之三给塞进去所以这个是二分之三个完全平方 OK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直接按计算机就好了二乘二四除以三 OK 这个二二是九分之四九分之四九加四是13哦所以是13分之9哎除一除就给答案了所以这个计算机非常好 OK 12/13对吧 12/13 哎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不是很有信心我们去检查一下答案第六题12/13啊13分之12OK， 第六题没问题。好，又是证明题。OK， 可以吗？可以吗？这个好，这个 formula 哦，很典型啊，有没有？哦。说这个出了三次类似的题目
啊，可以的话举手一下，我看一下你们有没有睡觉。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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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们也举手了 ，OK。好，这个是三星三加三三 Alpha。三五 alpha 加三七 alpha。OK， 下面的是全部是 cosine， 上面是全部是 sin、哦。然后那个数目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是一三五七。一三五七。所以他要你证明成等于真，主要我要把它相可以变成除法哦。我一定要是讲呢，一定要可以，我要除法的话，应该是要乘变成乘法，所以主要是 alpha 加 beta，alpha 减 beta 除以二呢，你就会看到它会有一个减出来会有二 alpha， 然后除以二就会有 alpha， 那这两个呢也是相减就会有这个。二 alpha 除以二也是 alpha， 所以在这一边呢，这两个如果我是这两个合起来，这两个合起来，我是可以再抽公因式，然后又会有得到一项是相两个是相加的，然后我又可以再 convert， 所以这个我们大概用这样子的一个猜想，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是这两个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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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 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了之后。三加三，我们看一下那个 formula。哎呀，翻走了，在这里。不是，这是基化合差，合差化基在这里。啊，合差化基。所以，加法就是 sin cos， 哎，sin。cos， OK， 相加是四除以二就是二， OK， 相减是二除以二就是一，再来的就是二也是一样 ，sin cos， 相加是十二除以二是六，相减是二除以二是二一， OK。那看下面的话是 cos 加 cos 啦 ，cos 加 cos 就是 cos cos 啦，啊，所以这个是二 cos 相加 cos cos， 然后后面也是二 cos cos 啦，前面就是相加是四除以二就是二 ，OK， 相减是二除以二就是一，啊，后面那个相减除二也是一啊，然后啊这个我也是有偷偷调位的意思哦，我把后。那个大的排前面这样子了哦，没有影响的哦，因为是加法，所以在这边就会得到这样子啊，这样子，所以我可以抽上下呢抽可以抽公因式，上下可以抽二 cos alpha， 下面也是可以抽二 cos alpha， 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越减的啊，应该可以越减，那上面的话呢，应该剩下六 alpha。加上 sin 二 alpha， 那自己我这个也是调转了啊哈，主要我是要把大的放前面 ，cos 六 alpha 加上 cos 二 alpha，OK，、okay? 那前面的那两个啊，二 cos alpha 呢是越减的情形 ，sin 加 sin 呢就是 sin cos 二 sin cos， 两个相加是八，八除以二是十 alpha。两个相减是四除以二，就是二 alpha。cos 加 cos 就是 cos cos 哈 ，cos 相加除以二是四，相减除以二是二。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二可以又再越减 ，cos 二 alpha 又可以越减，剩下的就是等于四 alpha。OK， 完成。等于四 alpha。这个相对容易啊，因为它的步骤好像比较短，但是它其实是结合了四个东西，用了好多次公式啊，所以是脑的细胞也是死了好多。OK， 好，再来，
啊，应该解不完了，嗯，我可能解不完了今天，啊，还有20分钟的时间。OK， 看一下啊 ，sin 平方 ，sin l， sin theta 减去2sin 平方 theta。OK， 所以它证明在右边那一个，右边那一个。虽然看起来右边那一个好像比较强讲，OK，Anyway， 我们看一下啊，从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可以把它当作是相乘的两项，相乘的两项。当然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sin 三西塔乘 sin 三西塔，或者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我是用 cos 二两倍角公式2a 吧，哦，你要把它变成 sin 的话是一减二 sin 平方，嗯，你在调位你会发现到 sin 平方啊， sin 平方 a 其实是什么呢，是一减去二，一减去 cos 二 a 除以二。OK， 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我用用这个 sin 平方呢换成这个形式的话，它就会是变成啊二又可以越减了，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减去 cos 六西塔了，对不对？OK， 那后面那个也是一样了，也是变成一加上 cos 二西塔，哎，就这个容易了，我说一减一就去掉了，就会变成 cos 二西塔减去 cos 六西塔，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原来是用了这两个公这个公式吧。哦，当然你这个二，因为它都有二了，你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哎，变成这个公式吧。OK， 再来的就是它要你放这个西塔哈，我们先把那个公式给写下来先吧。它的是这个等于这个。OK， 然后呢他要你把西塔放成派除以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所以就会变成三派除以十，对不对？三派除以十。OK， 然后后面的这个就会是派除以十。Okay， 还有就是这个是二派除以十咯，对不对？二派除以十就是派除以五咯。这个就会是六派除以十，然后你越减的是三派除以五吧。OK， 然后要干嘛？哦，他给你提示了，哦，他给你提示这个东西 cos 西塔，把它变成这个 sin， 有用吗？感觉上没有什么用吧。然后他要证明这个嘞。我的感觉就是因式分解。因为它的一抽这个二出来了之后，它会有前平方减后平方，那它又把它拆成前给前加后，哦，它应该是变成前加后乘前减后，
那后面那个是派除以五，好像不是特别角吧？哦，应该不是吧？我觉得应该要用派除以二。如果我们按下计算器哦，我们看一下这个是180度除以5，是36度来的哦。3乘以180度除以5的话呢，就是306。刚才那个308加上这个36度的话呢，44度，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就是互补的情形啊，并没有啊，并没有互补的情形，没有互补、啊、是互补和、啊、互补啊，并没有互补的情形啊，所以在这一边呢，可能你要用怎么呢？激化核查公式 ，maybe。它证明这个等于二分之一，哎，好像还蛮复杂的嘞，怎么这样子的嘞？啊，好像还蛮复杂的。OK， 我所想到的是要把这个东西放过来，好像还有一大段的东西。有没有搞错？这里四分，这里两分，有可能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四分两分来看的话，哦，所以这个的就会是在分子咯，这个就会在分母咯。OK， 那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可能又要再做一个激化核查公式。哦，是这样吗？所以我们看一下激化核查公式啊，看一下。cos 减 cos 就会是负 sin sin，cos 减 cos 就会是负二 sin 乘 sin， sin 乘 sin， 然后两个相加是四嘛，对不对？除二就是二了，然后两个相加三加一就是四，四除二就是二，然后再来的就是相减，应该是前面的减后面的，所以是负二。除以二，除以二就是负一，那这个负呢要小可以抽出来，因为 sin 的负可以抽出来的啊，我们做快一点了，就可以把这个负给去掉。OK， 那 sin sin 的话呢 ，sin sin 啊，我们看一下啊 ，sin sin 应该是 sin cos sin cos 啊，差不多可以记起来了啊，sin cos。OK， 三加一是四，四除以二就是二，所以又可以再约减，就会变成五了。那三减一就是二，二除以二就是，三减一是二，二除以二就是一，所以是十分之一，所以类似是这样子的情形了哈。OK， 可以吗 ？So， 接下去，哎呀，洗啊，没有洗掉 ，OK， 洗掉我就死了。所以这个二可以约减啊，这sin五分之派可以约减啊。OK， 再来的就是你要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 cosine 十分之派，它其实可以换成。换成什么？十分之派，换成，因为它有给那个提示在那里的哦，我看一下，它的提示是把这个 cosine 西塔变成 sin 派减去 x。OK， 我再看一下，时间不是很够 ，sin 派除以二 ，sorry， 派除以二。派除以二减去这个 ，OK， 那这个我们再做一下，这个通分就是十分之五啊，对不对？十分之五
减一就会是十分之四，十分之四越减就是十分之五，就是跟它上面一样的。好，跟它上面一样越减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二分之一。哇，好难啊这个。OK。这个后面的那四分不容易呢。啊，后面的那四分不容易。虽然也是用激化合茶公式啊，合茶化机公式，合茶化机啊，一直合茶化机。其实合茶化机比较常用，你可以看到合茶化机比较常用。OK， 我还有五题，但是我还有十分钟。需要挑一下吗？还是直接做罢了，直接做罢了啦哦。有没有在听啊？举手一下。特别要我解哪一题的吗？目前没有。没有啊。好。好，目前没有，这样我们就顺着做了啊。等下你们回去，如果剩下多少题，你们就做完它，然后我们下个礼拜要进入新的了哦。好 ，OK， 他要你证明 A 加 B 除以 C 会是等于这个 sin A 加 sin B 除以 sin C。那这个的话呢，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可以用这个 sin rule 来看，为什么呢？因为 sin rule 来讲呢， a 除以 sin a 会等于 b 除以 sin b， 对 ，b 除以 sin b 啊、除以会等于 c 除以 sin c， 好，所以如果我用这个东西哈、如果我把这个东西设成一个constant， 然后我可以讲说 a 是等于 k 乘上 sin a。然后 B 是等于 K 乘上 sin B， 然后 C 是等于 K 乘上 sin C 来讲，然后我的这个这个我就不写了、哦、这个是它的题目来的。如果我这个啊是叫 left hand side， OK， 我用上面的那个东西来带进去的话，A 我就用 K sin A 来带，B 我就用 K sin B 来带， C 我就用 K sin C 来带，然后你就会看到诶，三个我都可以抽那个 K 出来约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会得到什么呢？我就会得到 sin A 加 sin B 除以 sin C 啊，就会相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哦，只是你要用这个sin rule 来做了，不然的话就可能就会转了老半天。OK， 那接下去他要问的是什么呢？A 加 B 会等于 2C 的话呢， A 减 B 又是等于90度，那他要你证明了。所以如果我有这个方程式了啦、这个，然后A 加 B 等于 sin， 然后他又给你 A 加 B 啊，会等于 2C， 好，然后 A 减 B 又会等于90度。换句话呢，我的 A 就是等于90度加 B 了，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应该啦，我猜想他应该是从这一边下手。然后这一边就是放 2C， 然后这一边来讲呢，这一边来讲呢，我就用成换成90度加 B， 哎，不要，我可能用激化核查公式，激化核查公式，有啊，激化核查公式可以，为什么 sin A A 加 B 的话就是加法就是 sin cos， 好，然后就是 A 加 B 除以2，然后再来的就是 A 减 B 除以2。
分母来讲呢，我觉得 sin c 也把它换成 2 sin cos。OK。然后 c， 2 c 除以 c 可以约减啊，所以2呢，然后这个2跟这个2可以约减啊。然后再来的就是，因为我知道 a 减 b 是等于90度，90度除以2就会等于45度，对吧？我可能放假啊，放一下啊， 90 度。然后再来的就是，再来的，因为它是180度减。A 加 B， 我把它换成180度减 C。好，所以这一边来讲，我就会想有45度的。我这一边来讲，它就会是90度减去。他什么电脑？减去这个二分之 C 嘛， 90 度减，所以这个会变成 cos。Okay， so cos 可以跟 cos 越减，然后再做多一步，啊，这个 cos 可以跟这个 cos 越减，太小吧。再来这个是可以把它换成 cos 45度是2，跟它2除以2。啊，不要了，我们写成1除以跟它2就好。然后呢 ，c sin c 跟这个二调位了之后呢，再做这个反分数的结合，我们就可以得到的是二根号二分之一。OK， 所以这个就证明到了啊。这样证明到了。然后再来 a 跟 a b c 的值呢，我们从这边下手哈，我们按下计算机了啊，一除二根号二。对吧？这个，然后 add sin， 这个就会是 c 分之二的值了。然后我这个 c， 就会要乘二嘛，对不对？所以我再乘二进项，我就会得到41度。不好分，我按一下这个，然后41度，25分了，不是。OK， 那你可以看到是 a 减 b， 因为它是等于90度哦。a 减 b 是等于90度，那 a 加 b 呢就会是180度减 c 啦。所以如果你用180度减这个180度减这个 c 来讲啊，你就会得到 a 加 b 其实是等于这个138度。35分，那两个相加除2就会是等于 a 了，所以是这个加90除以2，a 就找到了，114度17分。那 b 的话呢，你可以用相减除以2了，或者是用180度去减掉这两个了，180减去114度17分，再减去41度25分。